天空晚霞，天啊，你说的人就是我啊，天星光。我说你怎么变浪漫了呀？送给你。我知道，不然你还送给谁呀？你记不记得你答应过我什么呀？答应过你什么呀？把你手机拿来。要手机干嘛？拿过来。干嘛？干嘛？轩哥，这就是情侣一生中必做的十件事，你们做过吗？可是这每个版本都不太一样。啊，这是就结合情侣的不同状态。哎，我觉得你可以跟墨菲制定一个，然后你们两个做的事儿。这些你都做过？那当然了，我谈的都是正常的恋爱。你没做过？是啊。我说你小子天天下班那么忙的是干嘛呢？啊，天天谈恋爱呢？没有，我哪敢耽误工作呀？可以啊，你老板没做过的事你都做过，而且还做得那么好啊。不是，轩哥，你看啊，你没觉得这个特别庸俗吗？而且俗不可耐，对吧？你看您这霸道总裁人设是吧？就是不适合。坐够了吗？还挺舒服吧，你坐。行了，你去忙吧，我好好学习一下。要不我教教你，教你。你教我啊？开玩笑，开玩笑。走了，你坐过来教我。不。你自己看吧。我要为你写一首最甜蜜的歌，化解你的疲惫，现在就静静地听着。我要给你世界上最温柔的包容，当你感觉到累，我是你最柔软的枕头。我想要你亲口说你也爱我，我是你在无尽的夜崩裂的烛火。亲手做的衣服想送给你。哎呀，突然间我有点不舒服，我先走了。哎，这是墨菲亲自给你设计的，快试一下。想看到你的笑容，许多人来了。
前走。上海离巴黎的空中距离是8240公里。我知道这并不遥远，可是我会想你。上海到巴黎的飞行时间只有12个小时。我知道这并不久远，可我还是会想你。狐狸对小王子说，如果说你在下午4点来，从3点开始我就开始感觉很快了。就算我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来，我还是会想你。莫非我内心的感情足够坚定，所以我并不惧怕暂时的分离。是因为我知道你走之后我会有多想你，才会不想让你离开我。你知道吗？因为太想你，我恨不得你放下所有的事情，无时无刻地待在我身边。进去了，嗯，去吧，开心点，拜拜。莫非照顾好自己，你也照顾好自己。平时工作那么忙，也熬夜好不好？然后每天都要开心一点哦。我会想你的，我也会想你的，很想很想很想。好了，我要走了。
没事了，进去吧。去吧，怎么才下班啊？你说你也不在，下不下班都一样，还不如自己在公司多待会儿，回家了又无聊了。那你有没有好好吃饭啊？我还没吃呢。等一下回家自己一个人孤独的吃晚饭。我跟你说，我今天在课堂上讲苎麻了，发挥的怎么样？反响非常的好。所以呢，我特意打电话过来感谢你带我去参观。什么？你怎么总跟我这么客气啊？啊？想你了啊！我先开车到家了，给你打，拜拜。这菜怎么那么油腻啊？嗯，不是上海菜吗？还好啊。嗯，各位领导，有个事儿我需要汇报一下。说嘛，说。咱们公司呢，现在所有的事情基本上已经平稳了。然后呢，离下一个季度的新品研发还有一段时间，所以接下来我需要处理一下自己的事情。我不同意。哎，孩子话还没说完呢。他不就想跟莫非结婚吗？人都领到家里来了，我还看不出来？不是，姑妈，莫非姐她挺好的，您为什么不同意啊？好吗？我怎么没看出好呢？那么小一个，根本就不定性，还是雪玲好，雪玲比较成熟。我们家虽然说不是什么豪门，没什么条件，也不讲究，但是门当户对那是最基本的，不能大街上随便拉一个女孩来当我的媳妇儿。不是，莫非姐他们不是在大街上认识的，他们是在发布会现场认识的。对，发布会。有区别吗？这跟大街上，只是叫法不同而已。哎呀，姑妈，你这个是太传统了，很多思想观念应该改一改了。我表哥娶的是爱情，不是条件，对吧，表哥？嗯，是爱情。你小孩子，你懂什么呀？我告诉你们，只有门当户对才能产生真正的爱情，只有背景条件相当，才不存在谁占了谁的便宜，大家坐在一起才有聊的话题。只有经济和精神上平等了，在漫长的相处过程中才能做到人格的平等和家庭地位的平等。哎，是。你们以为错位的条件能滋生出爱情？错，只能滋生出离婚。你踢我干嘛？嗨，我是想让你吃点菜，快凉了。我告诉你，明轩他在工作上可以杀伐决断，但是他在感情生活中就是个傻白甜。来，哎，你也吃，妈给我收饱了。你哎，哎呀，你还没吃？哎哎，啊，我知道。等一下，我出来了。你看你这孩子弄的，这孩子饭都吃不下去了。你这，我说的是事实，你给我听着。